一些重天，如果运作的时候，像我们这样讲话听不到，要用笔手势的这样。如果这个要运作的话，可能也跟没有简单的那个锅炉一定要燃烧才有正气，那正气就是动力。 首先吼，我先讲了哦，咱的战士哦，这目前吼，阮这只已经修理好啊，即马今日咧行驶这只吼，啊，也佫有两只吼，这两只听讲吼，目前
已经要过来，要过来修理。因为咱用一另外一只是咱是咱日本时代吼，民国九年的，民国九年的。哦，即卖以前阮是，是咱玻璃吼，玻璃厂厂也是一边咧展示，但是即卖已经甲伊搬倒转来，是咱车库内底面。哦，咱倒转来，咱会使入内底参观一下。咱只迄个民国九年的蒸汽火车吼，迄阵迄是日本的时阵的。哦，咱会使入遐，啊，佫另外一只，迄只嘛甲即只同款的吼，嘛一只，嘛是内底。哦，啊，甚至讲这两只吼，听讲吼，阮彰化县的阮阿姊讲，那个房修理好，咪主要是半钱来给阮修理啦，意思就是安尼啦吼。啊，咱这只迄阵开始起初的时阵哦，咱是去年吼，咱是去年我才就好来首先，咱这摆列车要行驶啊吼，来咱等下吼，咱甲伊倒数一下吼，为五开始倒数到一的时阵哦，啊，咱头前开始司机吼，伊啊就会甲伊鸣笛吼，鸣笛了后吼，甚至。最后是咱惊小朋友吼无注意吼，会去惊到吼，免去会去惊到，啊，咱改换一下，来，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。我靠！被扣包。好来，啊，咱首先吼，咱有带小朋友爸爸妈妈吼，咱大家注意一下吼，咱让咱小朋友吼，打开椅仔垫吼嘿，因为打开椅仔垫，咱来列车吼。哪里行驶吼啊？哪迄落吼？反对吼，反对啦！紧急刹车吼啊！小朋友吼，迄落会滑倒吼，因为重心不稳会滑倒。啊，咱大家注意一下吼。啊，甚至搁来讲，咱的周围是开窗式的吼，开窗式的。啊，咱卖迄落吼，卖迄落来攀爬栏杆吼。啊，咱迄落吼，阮即摆吼内底遐吼，目前嘛有搁做十台的车厢吼。密封式的哦，密封式的，咱倒转来嘛是拢伫遐边了吼，因为咱今日咱这地大王对这是上较有兴趣的啦吼，啊上较有兴趣看紧的吼，若要讲起来，你是拢比我较了解啦，哦，因为恁短线走透透啦吼，短线走透透，啊若要讲这吼，要了解的吼，所有的咱地大的历史哦，咱来问恁啦，来请教恁啦吼，真正是爱请教恁，因为阮吼。我是干啦吼，九礼拜时阵吼，我是拢咧运输甘蔗，可能单位是运输甘蔗，哦，啊，所以讲恁。